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当中。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渴望你，愿你在光中彰显你自己的荣耀，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谢谢你耶稣，谢谢你。当你走进我们当中，黑暗开始被震动，仇敌被践踏在脚下，一切锁链都断开。当你走进我们当中，生命开始的改变，破碎心再次有盼望，所有病痛的医治，随心再次有盼望，所有病痛的医治，破碎心再次有盼望，所有病痛的医治。我们欢迎你，耶稣，我们需要你，耶稣，渴望你来到这里，在光中荣耀。
需要你，耶稣，渴望你来到这里，这里宝座就在这里。姊妹，替自己平安，让我们在主里一切来满安。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主也与你同在。我很喜欢人对我说：“我们同往主的天。”来啊，我们一同歌颂主，我们要向全能的救主献上欢呼。上帝是灵，我们当以心灵和真心拜他。荣耀归上帝，心腹、心智、心灵。赞美归主，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带着神赐给我们每个人大小不同的信心，来到神的圣宝座前来赞美他，高举他，称颂耶稣基督的名。哈利路亚！高你的话语在去
就在这里，孩子们深切地寻求你的面，孩子们要瞻仰你的荣美，哈利路亚，孩子渴望你降临，我们就在这里来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深切寻求你，每个清晨夜晚不住地寻求，我在这里聆听你心意，亲爱主耶稣，渴望欢迎你降临。我在这里深切寻求你，每个清晨夜晚不住地寻求，我在这里聆听你心意，亲爱主耶稣，渴望欢迎你降临。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欢喜，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感恩，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欢喜，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感恩，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欢喜，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耶稣，我心充满感恩，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
这里，我在这里，耶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欢喜，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感恩，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今天的经文是写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三章一至十三节。以弗所书三章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上帝施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之分托付我，用其事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岂是他的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上帝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是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至真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这是照上帝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忌，笃信不疑地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伤胆，这愿是你们的荣耀。这是上帝的话语，感谢上帝。主耶稣的新福音是写在马可福音书第七章二十四节到三十七节，荣耀归于主耶稣。马可福音书第七章二十四节，耶稣从那里起身，往太乙西顿的境内去，
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儿便乌龟腐错，听见耶稣的事，就来匍匐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腊人，属希利腓尼一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求食。”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求在桌子底下，也是孩子们的碎渣而已。”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耶稣又离了太乙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迪加伯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出一个仪容色洁的人来见耶稣，求他安休在他身上。耶稣让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枝条探他的耳朵，吐嘴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太，就是说，好了吧。”他的耳朵就好了，舌结也改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可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好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多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阿爸也叫他们说话，也是基督的新福音，愿赞美归主基督。弟兄姐妹平安，愿上帝祝福大家，愿主的平安让我们每一人同在，我们一起来同心的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救恩，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来歌颂你的生命，我们求主继续来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听的看的能够深切的领受你的话。主，我们求圣灵来让我们每一人讲话，让听的讲的都能够得蒙操守。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二十礼拜我们兜转二十个线上的崇拜，我们感谢主，在二十几日呢，几十礼拜我们来探讨二十个以弗所书。二礼拜我们专注呢来看上帝在教会的宣告事，觉得我们宣告事呢，很多时候我们说哎，不明白是任何人，是任何一宣告事，但是宣告事保罗在二十以弗所书我告诉我们，原来宣告事就是信耶稣的人有按照的负担我去做福音的工作。所以在以弗所书呢，保罗提醒每一个信徒，今天也提醒我们，我们继续的用实际的行动能够效法耶稣基督。任何的相信或者接受耶稣基督成为公认救主的人呢，我们继续在那散下的，所以到四周围我们继续的来去完成实行上帝一直的使命。而我们成为的门徒呢，我们一天去学习你们向前迈进，在主耶稣基督的地上更建造。所以这个古林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作为蒙召的人，得救的子民，我们继续的在行事为人，爱蒙主的悦纳。所以我们接下去呢，我们二礼拜我们要来专注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十三节，我们每一只基督徒，我们先去耶稣基督之后呢，原来上帝在我们每一只人的身上都有不同的计划，一只计划是关乎一只的蒙召，或者我们继续的来去做福音的工作。所以呢，在亚一通的经文呢，上帝启示保罗教会的角色是马街的来完成上帝的心意呢。我们以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要你们来回应上帝一直的负责。我们第一点呢，我们来看一下
宣教士一隻的任務。其實我們每一年都知道，我們先去耶穌做上帝完全的恩典，我們知道全日的世界人人都需要主。 People need the Lord。 凡是全日世上的每一隻人，无论是某个种族，在某个国家的人，家都都需要耶稣基督，人人需要主。我哋可以看得到，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经文呢？是讲到上帝爱全世界的人，所以全世界的人呢就需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当时在十字架上也肯讲到，信基督的人，我们的生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呢，上帝对世人有永恒救恩美好的计划。上帝给创造世界之后，人犯罪，一切都惊讶，上帝一切对世人，一切有永恒救恩美好的计划。所以上帝今日也在二楼外都有美好的计划。你这个计划呢，就是关乎你这永恒救恩的计划。所以我就可以看得到，你咩位置，我就成为你这宣教士的任务呢。所以我就知道，我就先去耶稣。唔单止喺社会力量坚固，最重要上帝爱造我哋，爱完成啊只嘅任务。乜嘅任务咧？所以我只嘅啊，以弗所书三章六节，你肯讲到嗬，这奥秘就系爱本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羞耻，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你喺主上帝带领我们每一十年的恩典，我们这么信耶稣啊，就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这么信耶稣啊，就因为永远来把福音传给我们，借着福音我们都能够得到同为羞耻。我们今天在保罗以弗所书所写的，比我们好清楚，无论是犹太人爱别人，爱本人，都是无论是信耶稣，你就能够同为羞耻，能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同为一体。我们是水亚斯基督的表现，我们是一家人，同为一体的，能够来向世人来做见证，同门同盟应许。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犹太人、爱本人，先去耶稣，加作福音，我就都能够有应验，得到上帝的应许，就是永远啊这个生命。所以保罗好清楚，讲俾我哋听嗬，我哋宣教士嘅这个任务咧，就系要把福音传遍世界。如果唔咩嘅话嗬，好多失丧灵魂嘅人，日日都行在照常的灭亡的道路。所以就在以弗所书一章十节，保罗也好明显的讲到，爱照常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保罗好清楚讲明了，其实我们能够加足耶稣基督按照所安排的日子满足的时候，无论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就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要同归于一，我们要合起来能够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个永恒这个永远的永生的生命。所以呢，我们也提到在接下去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二节，保罗后面的讲到，我们怎么样来去完成的这个宣教士的任务呢？
然后在三藏心里者，我都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忌的，都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原来我都成为上帝的子民，我都因着信耶稣，包罗谦卑我都爱放胆的无忌。好多时候，我哋以前一只嘅生命喺发出嘅在黑暗嘅当中，甚至惧怕嘅一只嘅经历，因为我哋冇耶稣，见我哋因着信耶稣，所以咧暴露开明我哋，我喺罪嘅里面放胆嘅无忌，笃信嘅不疑来到神嘅面前，见面咧上帝找二老艾，我完全嘅嘅太使命，我哋里面向人家传福音吗？可能好多时候，我哋好惧怕。我哋里面可以生带领人家信耶稣，里面咧带领人家来到教会，来到上帝嘅面前咧，好多时候我哋好惧怕。尤其是我哋今日面对嘅就疫情嘅期间，更加嘅我哋里面用把福音传递出去咧，其实有好多嘅方法嘅。所以保罗今日嘅启明我哋放胆嘅无忌，保罗。我提醒我哋做福音嘅工作，我完全嘅就上帝嘅义务咧，首先我哋嘅心唔可以惧怕，我结束嘅坚定嘅信心来到主嘅面前，来向佢来呼求。唔单止在廿十三节，以弗所书三章十三节，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就是你们的荣耀。保罗再次的从十三节再次的祷告求上帝，并我们所受的患难丧胆不会因我们为你所一直的患难丧胆，所以呢也就是你们的荣耀。所以听众们，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结束的放胆丧胆的我去把福音传递出去。唔单止安样，我哋可以看得到宣教士到底我哋屋里面嚟藏干乜嘅东西咧？宣教士一只嘅宣教，我都藏干藏喺拉下咧，在保罗第二节到第五节，你讲得好清楚。所以保罗咧写一幅所书嗬，点会去卡写？写一幅所书，然后书先咧喺在日就嘅感动写嘅。所以他讲到，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免求的，替你们祈祷。保罗传福音，甚至他在那个监房写那个以弗所一本书的时候，他是为以弗所的教会来祷告。了解吧，那两边你们前探见神恩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结婚托付我。了第三节，用启示使我们福音的奥秘进入我以前一日写过的。了第四到第五节，保罗里面讲啊，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心知基督的奥秘，也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教人知道，就如今叫做心灵的启示，他的心试图老显得一样。我都可以看到保罗在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好像提到有两个字，就是奥秘。到底奥秘是讲什么东西呢？奥秘的福音，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也奥秘在以前的时代。保罗带出来就是说，亚丢今日传讲福音乃是福音的奥秘。在罗马书在讲到福音就是好消息，这只奥秘原来不是见一张摇的，是上帝特别早年来到他的面前来相信他，从旧约，从上帝，从新约的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就是讲到这福音一只奥秘。保罗一带出来就是意思讲，人因为犯了罪，接着亚视基督，接着不同的先知，不同上帝的仆人，能够把这个奥秘
显示出来。所以保罗呢，佢启示就系讲，我哋每一层嘅人，原来嘅这个奥秘，就系上帝嘅一个永恒，一个嘅计划。咩经验有嘅？从以前经验到以后，上帝一个嘅奥秘，从来冇离开过我哋。所以我就嘅以弗所书三章七节到第九节，人觉得好清楚。我哋里面藏讲乜嘅东西咧？我做了嘢福音嘅指示。在造神的恩赐，这个恩赐呢，是造他运行的太年赐给我的。第八节，我本来比众信徒中最小的含笑，然而他很赐给我的恩典，叫我把基督那赐不透的丰富传遍外邦人。你要第九节呢，讲得好清楚哦，要赐众人都明白呀，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执行里的奥秘是如此的安排。我自己本身好喜欢保罗所说到自己的上帝里面早已认识耶稣基督，人家叫保罗认识的人，他以前想着相信耶稣，他是铁基督的人，他专门去做一条信耶稣的人来坐监的。但呢，自从有一日上帝早已在大马士看到光，上帝早已来认识耶稣，上帝早已成为上帝的仆人，在外邦人的当中来去做福音的工作。所以他讲到，我本来比众神的中最小的很小，他自己本身不是马甲人，但是他知道上帝早已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就是把福音传遍外邦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叫他把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传遍外邦人。所以第八节很清楚告诉我们听，你不单止这样，我们看到宣告是一个任务，并且我们看到宣告是应当去传的是福音的工作，福音一则信息。然后第三呢，宣教士一则嘅托付系乜嘅东西咧？我都来看下，所以一则嘅以弗所书三章十节，跟住讲到保罗好强调嘅，你们用来去把福音传遍天下咧。第一，佢讲到危害家族教会，是天上极尽的庄严的敬仰的之上帝百般的智慧。有十二节，也是造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听的旨意。听众们，我们看见保罗上帝早已他说做福音的工作，从我们自己个人的献金来去把福音传递出去，还有最重要的上帝借着教会来把福音传递出去。教会就是爆发是什么？是二老艾，上帝找二老艾一则特别美好的计划，一则的目的就是把福音传遍其他的人。所以借着教会，我们信耶稣不是只是单单得到自己信耶稣可以上到天堂，但是上帝借着二老艾的生命，借着教会来去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听众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说了一句话，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0节，因为每一集基督徒爱提到的这个太使命是什么呢？他说，所以你们爱去是万民作我的门徒，丰富指圣灵的名给他们实现，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使我就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听众们，我们的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爱去啊，不是爱来，我们爱去我们所处的地方。你说神的世界是去不到的，但是在我们的四周的经验，
上帝会差派我们去把福音传遍其他的人他，叫做你老爱的生命。我们也提到从以前，从在今年十月一直到今年，一直的拼图一切又上又下，每一年都有好多的人翻开一直的拼，甚至每一年呢又上又下，死亡的人数也越来越增加。好多时候上帝爱我们存在以前的当中，有时我们就想，哎呀上帝，我爱老二，我就向上帝祷告，上帝啊，你爱我家族，也就是以前的发生。好多时候我们就向上帝说，上帝啊，求你除掉也就是病毒，使到用见到的人，使到能够得到医治。但是我就翻译转头来，我们有没有念过这座银行的病毒，上帝留我们每一年讲话的说话，上帝留我们讲话的说话，可能上帝我这座银行的医治，我二老爱经常的来祷告，我二老爱关心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朋友失丧的灵魂。的确我们每一年我们都要看，哎呀叫我责任中害的这个病，等我们要翻转到转头，哎呀上帝，主要是再来的日子，听一拜再来的日子好强害二老爱，上帝向我们每一年讲话的说话，就加在我们的疫情的当中，我都非常想自家上帝要教育我们的生命来把福音传遍出去。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安静下来，上帝向我们每一年讲的话，就是上帝使用我们把福音传遍出去。你可能要问，你自己以前哪里来去传福音呢？哪里来探访呢？出门都成问题啊，尤其是今天省下的人要增加的这个偏翻杂，我们哪里用来去传呢？挑高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偏这个以前的当中做很多传福音的工作，挑高听话来关心人，挑高很多的方法来去关心这个失丧灵魂一直的重要。所以弟兄姐妹们，人人都需要做，包括你的家人，你的身边的亲戚朋友，上帝找我们，我们至少有三日可以实际的行动可以做的，从现在疫情的当中。第一，祷告，祷告求上帝继续来感动我们的心，继续的来在一个疫情的当中，太淡的荒淡的来去做福音的工作。很多的方法我们可以做的，打电话关心点点，还有祷告求上帝来感动我们的身边人，含着信仰属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求助帮助我们，求上帝一只嘅失丧灵魂，一只嘅需要，一只嘅心咧，放在我哋嘅当中，跳过祷告来扮演带到佢嘅面前。如果我哋连祷告都冇咧，我哋里面带两个信仰树，我哋要提名嘅，为我哋嘅家人、我哋嘅亲戚朋友，系把佢哋带到主嘅面前。听完我哋行通，我哋每餐嘅讲。我们去行通，很多的方法叫上帝给我们智慧，你们去做福音的工作。第三呢，奉献，我们不能够做的，我们透过金钱来去使到其他的人可以做继续福音的工作。一三点还好实际的，第一祷告，第二行通，第三呢，奉献，使到福音能够传遍一个三大世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
爱全世界嘅人。原本我哋系只罪人，但因着耶稣基督，当时在十字架上，所以我哋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嘅宝血身体，我哋都能够得救，成为上帝嘅儿女。主啊，我哋求主帮助我哋，使用我哋在日常生活当中继续来为你做见证。帮助我们靠着你刚强壮胆，就好像保罗一种心智来刚强壮胆来做福音的工作。主要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也常常有着感动，所以我们的身边还有好多的人还认识耶稣的，所以在疫情当中求你使用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求你差派我们成为做一个宣告士，一个的工作继续来去完成上帝一个的心意。感谢也是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上帝的法律讲到我主耶稣基督的话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替最大的诫命。其次，恩人如己也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将这诫命刻在我们的心里。因罪问，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并在天上为我们开桥，带领我们进入永生。因此，我们爱凭信心悔改认罪，以坚决的心志遵守上帝的诫命，以众人生活在亲爱的和睦中。慈悲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创造我们，审判我们的主，我们得罪了主，也得罪了人。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犯了所负、滥用、免得辜负的罪，我们实在为我们的罪伤心。因着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我们要悔改父啊赦免我们，在我们新的生命中加强我们爱主老顺服主的心志，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求，阿们。恩慈怜悯上帝怜悯你们，借着主耶稣基督饶恕你们，拯救你们脱离一切所犯的罪，借圣灵的大能加强你们侍奉主的力量，保守你们进入永生，阿们。现在我们既然借着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因此我们应该彼此和好。愿主的平安常常与你们同在，也与同在。现在时候向家中老也有感恩，一切行平安利，让我们人互相来行平安利。接下来要唱太假，要着准备的心，打开你准备好前进的心，就心病爱开拍鼓加每日。弟兄姐妹们，你们心里仰望主，我们心里仰望主，我们应当感谢我主上帝，感谢我主上帝是应当的。无论何时何地感谢赞美主，千年的信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是合理的，也是我们的本分和喜乐。现在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主耶稣荣耀的显现，
进入信主心灵的萦绕，三位一体，同音同德，并无分别，一主一上帝。因为这样，我们与天父和天父中天上的会众一同称赞颂扬主荣耀的圣名，颂赞美主说：现在，现在，现在，天地万军的主，主的荣光充满天地，荣耀归至上主。阿门。然后呢，我们来一起祝圣主平安。我们的天父一切荣耀都归于主。在主恩主中，将独生圣子也赐给了，赐给我们，为救赎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那里，一切奉献自己，为全世界的人做满足完全的赎罪祭。主耶稣建设立的圣礼，叫我们人永远纪念主尊贵的事，并在圣福音书上吩咐我们双双遵行，直到主耶稣在降临的日子。我们虔诚呼求慈悲的父垂听我们，借着圣灵的带领，使我们遵从圣主我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命令，领受天父所差派的饼老酒，为纪念主耶稣受死遇难，就能同享主至贵的身体宝血。救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呀，拿起饼来，就吃了。擘开，佢哋门徒说：你们拿这个事，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杀的，你们要这样行以纪念我。晚饭以后，主耶稣照样要拿起杯来，祝谢了。第二门徒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的血，照赎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出来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这样行以纪念我。阿门！我就一齐来宣告：基督已经受死，基督已经复活，基督将要再来。我们擘开一饼，以偏差基督来分享。我们虽多，乃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享这一个饼。凡比唱副羔羊祝福宴的有福了。我们爱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主。上帝赐福。给他著名的信物，当顺信心谦卑前来，两手入病老酒，纪念耶稣基督为你受死。当以信心落感谢，两手记，信仰的心里，阿门。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老宝血，保全你们七道永生，阿门。เนี่ยดูตกกาจองไงที่พ่อยวิ่งเนี่ยอุขังเห็นลอยที่สีสินทนยาวิ่งเนี่ยก็เสียเราก็เลยตกเก今日將拍布鉛裝，也就係宣傳，也就用氣紙
意咯嚇。今天我們來祷告咯，主祷文，我們尊重救主耶穌基督的教頭，大家同時來祷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你的尊父的名為聖，願父的旨意降臨，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要用你的言辭，求父今夜赦免我們，要求饒恕我們的罪，如同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基督权柄荣耀全是乎你，世世无穷。阿门。接下来是祝福文咯，那就两首上帝给自家的祝福。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使你们认识敬畏上帝。佛信主我主耶稣基督，永远全能的上帝，信父、信子、信灵所属的父，共在你们中间，常常与你们同在。阿门。愿你们平安侍奉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平安，这次的来访人大家来到线上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首先呢，在一段时间我们在教会有一则的报告，这则的报告呢将会有一则的报告，请大家注意一下，从一则的十月开始完整的我们要在线上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借助一个线上的方法能够来敬拜上帝，然后呢在一个实体的敬拜，我们要暂停一个时间，因为我们要最困呢要在一个神下间或者神的沙巴，我们要在一个平前也要翻平的人也要见家去，所以我们的教会的牧师梁秋门，我们就做一个客厅，在一个十月海啸完结月，我们最后在线上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请大家注意一下。然后我们的召间呢仍然的留双拜一样，我们要先便大家，然后有任何事在一个完结月的当中或者有疑问的请你联络我们的牧师或者我们的传道或者教会的领袖多谢大家，愿上帝祝福大家。弟兄姐妹们，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大声的敬拜，全心的呼唤。哈利路亚！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
祷告盼望荣耀复兴